雷迪森见他们我罗哥进球了，我罗哥进球了，朋友们，我昨天晚上我罗哥在世界沙特第69联赛完成了帽子戏法，猛不猛啊？看得我是热泪盈眶，爷青回呀，兄弟啊！三个进球像炮弹一样射入对方的网窝，这个就什么行不行还得看我罗哥，真的就是天神下凡，精英眼神，嚣张的庆祝动作都有了，服不服？对不对？虽然说我罗哥在英超踢的饱受质疑，被滕哈赫拿掉，对不对？虽然说在世界杯我罗哥踢着踢着已经变成国家队的累赘了，对吧，也没有主力位置了，但是我罗哥一直坚信自己的能力，谁都没有放弃，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终于我罗哥加盟了世界第69联赛沙特，上一轮大四喜这一场帽子戏法，那些看逼我罗哥，那些看低我罗哥的人呢，那些看扁我罗哥的人呢，请站出来说一说，我罗哥两场在沙特第69联赛进七个球，试问当今谁能做到？当今谁能做到？当今谁能做到在沙特第69联赛啊两场比赛进七个球？目前来看，全球范围之内只有我罗哥做到了，所以说三个数送给我罗哥，恭喜我罗哥在世界第69联赛完成了帽子戏法。好了，我是超哥，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。